兄弟们，牛不牛逼？太牛逼了吧！咱们掉好头，掉好头。去找个工吧，那天烧烧鸡。行行行。美女，我就在这里，然后这个就是我，然后你可以过来了，就是你往左手边走，往左转，看到一个理发店，我车就停在这里。啊，你上车就完事了。我是当这个理发师的，美女。我精神吗？就戴了个小口罩，全身都是穿的黑色衣服的。我现在在门口等你啊。等等，兄弟啊。哎，怎么来个男的？怎么来了？吓我一跳，兄弟，来了个男的。哎，你怎么进去了，朋友？你别进去啊！哎呀，你怎么就进去了？你干啥呢你？这么现实的吗？他怎么不接我电话呢？再等等吧，他可能迷路了，我感觉。这么现实的吗，兄弟？我再打个电话，兄弟，再打个电话。好兄弟。走一波啊，进一波屏，兄弟们，好兄弟进一波屏啊，别带节奏啊。你给他打电话，刚才打电话没接，嗯，再给他打一个。可能是妹子找不着，来，好兄弟，清一清屏，兄弟们啊，清一清屏。他咋不接电话呢？他是听不到手机吗？还是怎么样啊？一上车，他是真坐上来吗？这身材可以啊，兄弟们，这小身材啥的啊。对，你就这样坐上去，
对。哎，怎么又响了？这坐不上去吗？还是怎么的呀？再给我发信息。这小腿属实是可以啊，兄弟啊。小腿属实是可以啊，先看看腿。我给他打个电话啊，兄弟。喂，美女。喂。你坐上车啊，你坐上去就行了。我坐不进去。你坐得进去的，我1.83米我都能坐进去。1.79米怎么可能坐不进去呢？能坐进去的。那腿放不进啊。我1.83米我都能坐进去了，你怎么可能坐不进去呢？我都每天都坐呢。我是真坐不进去啊！我要坐进去，我腿得岔开，我穿着裙子哎。你岔开啊，穿着裙子那太好了。哦，没有，那你就坐在那个座椅上面就行了啊。你坐在座椅上面就行。那岔开那实在太好了，岔开就好了。我得怎么坐呀？啊，那你跟着我的车来啊，你跟着我的车来找我，好吧？哦，好好。那行。我的车拉风吗？哎呀呀呀呀！哎哎哎呀呀！它抛锚了，美女。啊？它抛锚了，刚才不小心。美女，你的腿挺细的啊，我发现啊，挺好看啊。来，你跟着我的小车溜一溜，走一走就行了。嗯嗯，好。